Reaction， 我爱金门，你爱吗？我爱金门，赞赞。没关系，彩排回来。哦，再次，不要摇头，会。好好，好，我只能这样子。你要固定，好，打着钥匙。五四三二 ，Action！ 我爱金门，你呢？我爱金门，赞。OK， 然后就开始聊了。哎，你们先聊。你喜欢？你看没有交粉就会这样讲，我就觉得我在讲什么？金门玩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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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爆色的呢，一爆色的。我一下我一下我一下。你无同你讲你啥，咱乌山的代志讲出来。什么？你乌山的代志唔好讲。乌山。未使讲哦，未得，哎，互恁讲，会使提，未使讲，未使讲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大家拢会来提，安尼就对了。先，你刷真的就，先很漂亮。前面，我有人偷哦，安尼冇有。前面那一段可以不用再，这次再练习，再一次哦。好，那个一段就不用，你们这一次拍第一次，所以要给你们练习一下。来，开始聊吧。好，第一次来金门吗？是的。你喜欢金门的什么？我喜欢，我好喜欢，我喜欢它的沙滩，白沙滩好美哦，那沙子好绵密，好细。对，我也这样觉得，是我觉得全台湾最漂亮的沙滩就在金门。那你还会想再来第二次吗？哦，会耶，我想来耶。哦，谢谢你那么喜欢金门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你那想一下结尾那个话，那个关键字。结尾哦。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你会不会愿意再来第二次？哦，你应该坐我这个位置再丢啊。对啊，这个时候您彩排啊。然后呢，讲到那个要 ending 的时候，又把我爱金门，你要金门，金门站就收尾了。哦。对不对？这样很像一个我们讲的一个电视的节目。你来家是。自由行啊，是啊，那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应该都自由行。这两天看的看的哪些看的景点，有没有哪些喜欢什么景点？对啊，他比较当主持人呐。不上相哦，不上相哦，不。